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，欢迎再度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的影片要带来的是20分钟的居家有氧，但是也带有一点全身性的阻力训练。我觉得这套运动呢还蛮适合初中阶者来入门，当然如果你在家里闲闲没事干的话，也可以跟着我一起燃烧卡路里，好吗？如果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开始吧， GO！可以组训练，每个动作40秒，中间休息20秒，准备好就跟着我开始吧。第一个动作，原地的慢跑，先用这个动作来达到暖身跟提高我们心率的一个效果。20秒，最后10秒，非常好。3、2、1，我们稍微喘息一会儿。下一个动作，来到深蹲的开合跳。我们先一个深蹲下去之后，接着两手跟双脚打开，做一个开合跳。这个动作是结合臀腿的肌力以及心肺的锻炼。深蹲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个半蹲或者完整的深蹲下去，保持你的呼吸，很好，15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全身暖起来了吗？下一个动作，请先帮我踩比较宽站的一个站姿。我们要做的是跨步蹲的左右移动，可以将你的两手固定在胸前，重心轮流往左往右侧的移动，屁股后推，用你的侧臀肌将你的身体带起，很好，核心躯干保持稳定，还有20秒。最后的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下一个动作一样，还是要燃烧我们的臀腿。帮我维持在宽站的一个站姿，我们要做的是连续的相扑深蹲，重心一直帮我维持在下方，做小幅度不间断的深蹲，起来到大概半空中的位置，接着再度的深蹲下去，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与臀肌快酸炸了，再20秒。坚持下去，最后的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。伐木式的深蹲，将两手合拢之后，由上往下的做挥动。上一个伐木的动作，核心也要出力哦。
15秒，很好，保持你的呼吸，最后的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休息一下，待会先给我一个跨步蹲的一个站姿，我们可以先从右侧开始。往后跨步，大概半蹲的一个距离，马上做一个抬膝，希望你给我一个比较快的节奏。要注意，不要同手同脚哦，右脚前的时候，左手在前。重心往后放的时候，马上将你的身体带起，刺激到你的臀肌，维持你的节奏。最后，来，再给我10秒。感觉臀腿连续的被炸裂一番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换边进行。左脚在前的时候，右手在前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比较难的话，速度也可以放慢一点，完整的感受到臀腿，接着抬膝，身体会有一点不稳是正常的。最后15秒喽，5、4、3、2、1。太棒了，已经完成今天训练超过1/3哦。让各位稍微喘息一会儿，来个动作轻松一点，后踢腿的动作，一样把我们的心率维持住，双手放在屁股后方，轮流的往后踢，过程中不要憋气，记得呼吸吐气，停下10秒，侧跨步蹲的跳跃，最近非常喜欢这个动作，会稍微有点喘，有点像大风车一样，往左往右侧跨步，同时双手顺势的摆荡，同时锻炼到你的臀腿、肌耐力以及核心肌群。蹲低一点，不要放弃，15秒。加油，最后5秒，4、3、2、1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核心的动作，平板支撑，先让你的背部、腹部、腿成一直线，两个登山者接一个开合的平板跳，核心躯干保持稳定，20秒，
支撑的手也会感觉到有一点酸是正常的。5 4 3 2 1，接下来给我一个轴撑的平板支撑，用手肘来撑地，用你的腹部收紧不下沉，两脚一蹬，让你的身体前后的移动，核心持续的收缩，20秒。已经来到训练的一半咯，不要放弃。最后5秒，4 3 2 1，很好。变换式的跪姿伏地挺身，预备好之后，两手伸直，接着并在胸部的两侧处，将身体推起，手肘稍微的往后收，可以更锻炼到你的手臂后侧。注意推起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应该保持一直线，意味着核心收紧。最后的15秒。5 4 3 2 1，一样在趴卧的姿势，我们要做手臂环绕举超人式的一个组合，先将两手往视线前方，接着往后的环绕，同时将你的上身抬起，抬起的时候让你的背肌收缩1秒，接着回到起始动作，等下5秒，4 3 2 1，从趴卧我们换到仰卧的姿势，下一个动作也是针对我们的腹部肌群，单脚轮流的卷腹，使用你的上腹以及侧腹的力量，用手去碰你对边的脚，注意颈部不要过度的紧绷，还有10秒，5 4 3 2 1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，屈膝的卷腹，先将你的两手抱头，用手肘去靠近你的膝盖，腹部出力，但不要让腰部悬空，碰到之后缓缓的下降，往返这个动作，
再给我15秒。5 4 3 2 1接下来是仰卧碰纸的动作，先将你的上身抬起，用你的手轮流的去碰你的脚，核心会一直保持着出力的状态。脖子处，请不要太过度的紧绷，主要用你的腹部来出力。10秒，9 8 7 6 5 4 3 2 1，很好。来到训练的85%喽，为你们感到超级骄傲。再来，还是以仰卧的姿势。你们可以先抱头，并让你的腰部先贴紧着地面。在做仰卧抬脚的时候，轮流在上中下的位置做碰脚的动作。核心持续的出力，不要让背部呈悬空的状态，15秒。3 2 1，休息。我们最后还剩两个动作咯，大家的体力状态还可以吗？脚踏车的动作，我们做慢速的脚踏车。腹部持续的出力，如果还不协调的话，我们慢慢做没有关系，如果你想加速的话也可以。最后15秒，5 4 3 2 1，太棒啦。最后最后的动作，仰卧起坐起来之后，给我两个直拳吧，准备好了吗？ Go！ 出拳的时候两个 punch， 今天训练的最后一个动作，请你跟着我一起完成好吗？坚持到底，最后的15秒。4 3 2 1，我的天哪，这个20分钟也是超级累的，完全没有在夸张。你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连续坐下来，我现在肚子整个人超级爆炸，然后汗也一直流。如果你有完成的话，在下面留言打卡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